有时候怎么讲呢，有时候家里面人多并不是一件好事，你知道吧。这个一句那个一句，心态要炸的。我刚说了我在忙，不过我闭麦你没听到。算了，不去 A 他，我 A 他，他 A 我。打武器就学 E， 你想，你想不掉血？哎，哎，我真的是，你看这延迟，换区还是有问题，这就是国服的问题，我退了。对啊，跳舞，看跳不跳舞，跳舞的一走就行。你要能反应过来的话，最多就吃他一个 Q 的伤害。打武器就学医就好了，买多兰盾没什么意思。只要这副肉身还活着，我的车会停止。他们成家了吗？成了，被迫成家。现在他们要反过来让我变成他们，懂的。现在他们要反过来开始教育我了，用长辈的口音开始告诉我，你这个年纪该干嘛，那个年纪该干嘛。我操，我才不屌他们了。他们早早就把自己的人生都怎么讲呢，所谓的听父母的话。哎，别走，人头给你，我闪现教你，别冲我经验，人头可以给他，他蹲了一段时间。真的，我操，我那个，我五伯的儿子，就是我的小堂哥吧，是算小堂哥吗？前几天才来我家，就那天我跟你们讲的，就各种给我讲，他最后没给我劝动。敢来烦我家堂堂的爷，他没给我劝动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！今天我大堂哥来了，就是我大伯的儿子。他刚刚打电话给我，他不知道要跟我讲什么，我说在忙。我估计又是我爸，还给他们讲一些有的没的。大绿，没有老鼠的。哦，你好，年迈的像一枚无害的蛋，无害的蛋。坏了，主包要卖出现代年轻人的那个叫什么了？独立觉醒意志的其中一个了，就是反抗自己的父母。我操，我要开始反抗自己的父母了。当然我不是说吃饱没事干就反抗自己父母，也不是说我操的吃家里用家里的，我完全可以不吃家里不用家里的，但是他们强迫我。我这样聊好像不太好。嗯，看的我都想留长发。对，就这个头发，我操！我爸天天说我，我妈天天说我，我姐天天说我。有哪个男的像你这样啊？不伦不类的，那头发剪了行不行啊？啊？我就不剪，越说越不剪，别想太多，我操！哦，我跟我妈倒还好一点，我妈没说。
哇，头发打理麻烦吗？很麻烦，兄弟，尤其男生的头发出油比女生的要多，男生打理头发其实留长发比女生还要难打理，女生的皮脂腺它分泌油脂没那么多，而且男生的雄激素分泌肯定要多得多的，不是女生就没雄激素，女生也会有雄激素的，但可能很显然男生的更多。头发长了就更容易油，所以你要维护成本，但是也有好处的，就是你可以造型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发型不如以前帅一点，我就喜欢丑，我就喜欢丑，越丑越流，越说丑越流。对啊，今天报驾照了，这我一致采纳了大家的意见。我做的是大量的问水友们直播间兄弟们，大概是粗略计算了一下，70%以上都叫我考手动挡，哎，我就报自动挡，我今天报了 C2， 都叫我报 C1， 我就报 C2。 很多人都在跟我报 C1 多好多好，我就报 C2， 今天报名了。就报 C2，我就报 C2。也不是那个驾校的那个人，他跟我说你最好报 C2，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他说反正也无所谓，他也是报的 C2， 他也是个男的。然后反正现在你报手动挡你也不开对吧，我想了一下好像也是，报了考也不开，那万一到时候考了搞了我很焦虑怎么办。我敲死你，你干嘛，你干嘛？哎呀，还依旧跑不掉了！哇！依旧跑不掉了呢，挑我！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的吗？这老鼠不对线的。为什么这不对线还用了治疗，哎呦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他妈的。拳头能不能把老鼠这 B 英雄给删了，气死我。我哥哥躲起来了。是时候出发，快跑快跑，我哥哥躲起来了，快快跑，你还在塔下不等死。老鼠确实烦，我估计他到时候应该会被砍，估计到时候他应该会砍掉那个 AP 加成，就帮你这么玩。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家的卡莎就给别人干爆的那种的，我有点不太明白了。我们家的卡莎为什么给别人干爆的呢？哎，就打得畏手畏脚，武器现在是真的强。你说他就身上就一堆破铜烂铁，我都不能给他越，气死我！一样，这老鼠甚至还能到处跑着去杀人。
哇！速御马的飞升者果然厉害呀！哦，我要回胸，我要回胸，我不打了，我要吃速御马的鸡蛋。哦，鸡蛋好吃，鸡蛋好吃。好凶，哎，好，可以，三十七还可以，妈，四十七太卡了。没有，贾克斯的故事就是啊，他很喜欢吃速御马的鸡蛋，这你们不知道吧？冷知识啊。也不跳，我以为他会回头了，因为这个天际线早早放 E 了，你再放两个 A 他就挂了。他叫什么家乡来的？是吗？这是武器家乡吗？想把我晕住，我操，两下就五一九啊，两下平 A 五一九，哎，有感觉的，刚才其实这么弱，怎么开始吵了？五十步笑百步啊，一杠七。哎呀呀！哎呀呀！你别，你没有放那个技能，吵吵吵怎么吵呀？我真他妈烦死了！哎，来了。背景故事在哪看？好像有官方的，官方的有，去找一下。我都不明白，你们两个都菜成这样，还要花时间吵架，就为了谁错的更多一点，是有意义吗？少爷是这样的，我操！这受不了一点，这种肯定很正常，你打双人路就会有这种问题，打双人路没这种问题，我早就去玩双人路了。哦呦，这好像很多人在上，给他打着了。怎么管？不管啊，只要我们还能控制游戏输赢，就不要管队友操作。他居然不大我，大我不就死了？还插监控，哎，还插监控了，我来呀，干我呀，我操，插监控有个屁用，插监控还不是不敢过来找我，来嘛，敢不敢过来，不来插个监控，那吓唬谁呀，真是，武器好像他们也在吵架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对面吵得比我们还凶，哎，老鼠在这里。这还要吵，算了，随便他们吵。
其实我在想啊，以后有一些局虽然输了，但是这对线也是蛮有参考意义或者说教学意义。我在想我要不要传上来，就是但是你们观看过程中就录播档，你们观看过程中可能会引起不适，因为为什么现在你们可以有时候看到我的录播，他的那个稿件很少，有些局就算赢了我也不放上来，就是纯浪费时间，就你们看了他们那个对喷知道吧。纯在那对喷你知道吧。那本来你们心情不好的看一下我的录播整整播，嗯，还开心的，我操，还跟你们讲话。嗷嗷嗷，就差一点点，还行，艾克的其实给光辉拿会好耶。还在吵，还在吵，还在吵！我操，我就感觉他们这聊天比我有节目效果多。我日！哇哇，没血了！哇！那应该也在吵。吵架，我是湮灭，我是破坏，我机器人就这么挂了，真可惜。我其实想踢下去，但我怕踢下去又被那光辉禁锢。今天好像用狂杀手感会好一点，这哪个区啊？这艾克是大师，剩下的好像钻衣比较多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天天打黄金白银吗？然后我今天稍微对吧，就抽到一个段位还相对高那么一点点啊，不是很高，就钻衣大师的，就对面有大师的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嘛，这分段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分段偏高，其实炒的会更猛，真的。你们别以为打黄金白银就觉得说没得学了，其实黄金白银能学的东西反而多一点，观感也好一点。那打这些，现在高分段就是这样的，就他所有人都要吵，就不是所有人，就他只要逆风他就要吵，就比谁的问题更多。就是我要在我的，完了，这么痛啊！一三二二，哎，不跟你们讲话了，跟你们讲话害我死了，那一直说话了，很烦呢，烦呢，要我叫我敢揍你们。学历阶段来了，真的假的？是大专没错了，哎，我要参团了，我也是大专啊。大专怎么了啊？我也是大专的，我要参团了，我操，你这说话我要高低我要评价两句，我被 AOE 到了、啊、当然有人要说了、哎、骂的可能不是你，不行、啊、主播心里面自卑心作祟，我操，不允许你嘲笑我的学历。大专怎么了？哎，主播的专升本并没有念完，打一半直接退的。我操，他们在干嘛？你还出冲啊？没事，多得很。你并不在意你是什么学历。我没有认真看他们在吵什么，那看来是机器人打的字比较多，对面也在吵，
你看到对面的人也不好好玩。这够不到，你这臭老鼠！我这光辉打得好疼啊！哇哇！我操，螳螂这个伤害太顶级，这么痛的！这算什么？我都还打过那种，就是一集团死两次直接骂一整局的，有遇到过不？你们应该也遇到过吧？你们应该都遇到过这种，就是一集团死两次就开始了，点一下闪现，点一下治疗就开始骂了。我操，就打个一集团之后玩不了了，而且最主要还不是青铜白银，也不是黄金，他是那种大师。死两次直接不玩了，这把都草鱼。嗯，主要是螳螂在 carry， 螳螂是小带吗？中单也不管他们。我前几天就碰到这种，这光辉是真讨厌。哎，他们的光辉好努力，真是个值得敬佩的对手。还在骂呀？他们在骂什么？哎，那我打完，我下次我自己再看录播。打完一集团再被杀两次，直接挂机，好像是这样的。也有那种对线队才死一次就算了，哇，直接来一句算了。我操，能不能推啊？能不能推了？我不想玩了，快点快点，我操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的朋友别浪费时间，这老鼠射我好痛了。他十一级开个大打了我2226，一个老鼠 ADC 伤害太爆了，甚至前面有只黑耗子，是后面有只黑耗子，哎，点错了，不好意思，点错了，噔噔噔噔，get it come to win。哎，他居然打不动这个招，但兵对了，没想象。坏了，这样打下去真要输了，不开玩笑的。对面在团结玩的，这对面好像开始一致对外了。这草银有什么用呢？就赌一屯。哎，这样草银有什么用的？我操！这样草银有什么用的？我要20秒 TP， 这样子草银有什么用呢？这开草学里人家不有草收入了吧？我操！看看实力，我操！我等下扯收入，我要让他 V50 看看实力。刚刚说你大专，你沉默什么？我真的是服了，别守了，行不行？你可不能乱骂大专生，等下我要穿团。
他什么伤害？哦，快点！麻痹这么痛啊！完了，螳螂要不要翻盘？这要被翻了呀！1000块钱被老鼠拿了。坏事了，有这些逼等一下要输的，三打五太难了呀，我去分带会好一点，这机器人太笨了吧，你这勾过来先啊，再锤不就死了，坏了，真要输了，这波大妹没续到队了，续到的话应该能杀我，老鼠很变态，我都说 ADC 伤害有问题，你们又不信，现在的 ADC 有个什么问题呢，ADC 装备很烂，等级很低，但是打人很疼，知道吗？这很不符合逻辑的。还想赢这么厉害，差这把分，太死妈了，这两个，差这两个，就那三条龙，还有个电龙。刚谁没闪？拉克斯没闪是吧？他们其实蛮多控制的，武器除了一个金身，我日。让我去分带，我护甲很高了，满级了。好好好好，杀杀杀杀杀！那得要有个人去开一个团就行。别冲动，他要活了，他要活了。嗯，叮叮叮叮叮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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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哈哈哈哈！哇，哇，打坏人，打坏人！哎呀，还行，有复活。怎么说？还可以。我没这螳螂真要输的。尝尝这个啊！下水道烤串，人人有啊！拿下去，大家点波关注，开心。